在厂里面很吵，一整天都是在嗡嗡嗡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我现在下班了，今天晚上提前半个小时下班，本来九点半下班了，现在我九点下班了，因为我还要去做核酸。我已经两天没有去做核酸了，然后房东今晚上发信息给我，要统一去做核酸。人还挺多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去大路边逛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好久没吃夜宵了，今天下午没有吃饱饭，现在好饿。呀，要微辣。哇，你们看我买了什么？小鸡，13块钱，看这么小一只，那个老板都忘记给我手套了，我只能徒手抓。这么小，太可怜了。这个鸡我觉得它这个皮特别好吃，这个皮特别好吃，被烤焦了。以前我很喜欢吃这种烤鸡，还有那个炸鸡，特别喜欢。然后那时候我涨到100多斤，后面我就戒了，慢慢的戒。今年我很少吃，这是第几次啊？忘记了。我现在都很少吃夜宵的，除非很饿我才会吃夜宵。千万不要习惯吃夜宵哦，偶尔一次就行了。拜拜。